萧亚轩公开认整容，我们的艾蕾潘乃馨，我们就把她。30岁嘅佢，梗系要增值，先唔会被后浪推走啦。不过系整容割双眼皮增值咧。以前觉得最不方便就是眼睛，对啊，那其实就是，我觉得这没什么，真的，就一直说没有，可是其实大家明眼人都看出来，我觉得也很奇怪。我觉得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我觉得一点小小的改变。佢自曝上年3月做手术，喺只眼度连咗3针，休息1星期就得。如果当初在教会时男人除了激动的灵魂，但睇翻旧 MV， 连鼻同面嘅轮廓都唔同咗。没有啦，你要不要摸摸看？可以弯，可以动，可以捏。真的吗？鼻子我是天生，我是遗传我妈。佢尋日喺台灣宣傳預防子宮頸癌，媽咪年初就係因為呢個病去世。佢話媽咪都支持佢割雙眼皮噶。他說：那你效果不錯，我要去這樣。所以他之前後來因為他生病不行，所以就是他都會看著我說：現在好美，我媽就會這樣。我說你少了，眼睛在跟我說話。所以佢訂做指澤整容診所，燒俾媽咪，希望完成佢遺願。其实台湾近年吹整容风，不少女星的样子和出道那阵差天共地，真是女大18变啊。